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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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啊，就首先先谢谢啊，什么？耶、yeah, ，干得好 ，good job！ 啊，那当然首先谢谢各位就是师长跟家长的莅临指教了。对了，因为其实学生舞者毕竟蛮辛苦的，他必须要有，对啊，他要家长的 support， 还有学生学校的。一些兼顾的压力，还有自己舞蹈啊功课的压力，其实要三方兼顾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那很谢谢你们，就是不管是家长还是师长也好，甚至你的好朋友也好，就是你来这边给他们看他们的表演，他们一年的努力的成果，其实就是真的是真心感谢了，我代表他们真心感谢了。对的，说就是怎么说呢，那这是我教第九年第十年的 Baby Lucky 嘛，那就是我从一个24岁的年轻少年人被他们现在变成被他们嫌弃的一个中老年人。你骗人你骗人你骗人，没有，好，不是重点。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十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啊，包括时代的变迁啊，后来之后资讯的太换更迭啊，太换。现在要我现在也问我自己说，现在我要喜欢一个兴趣有办法喜欢这么久吗？我觉得很困难的。现在的娱乐很多，后来诱惑很多，如果像出一个手机游戏就可能会把大家的目光啊吸引力都吸走了。我自己本身也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能在待在这个社团，很认真的为自己的兴趣负责任，后来也很认真的为了自己所喜好的东西去努力付出，我个人真的觉得很难能可贵。尽管他们未来不一定会成为职业 dancer， 职业 dancer 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你想当就当嘛。那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当一个小孩子当是还学生的时候，他可以兼顾他的学业还有他的兴趣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可以 balance 好的时候，那除了学生自己努力之外，当然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家里的环境给他的支持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各位啦。对啦，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样子啦。那我只是来这边拉赛的时间，对，那最后一支舞对我来说我选这首歌美金玄师的 Loser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负面的字，就很负面的字眼，但是其实诉说着一个可能 maybe 这一年社团的心路历程。那我没有觉得我们是最好的最棒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 always 是最努力最认真的 Baby Lucky。 Yes、yes、yes。